他说我听了那个一些勉励的课程呢，他觉得我还可以好好的振奋，好好的做，那你最大心愿是什么呢？最大心愿就是，so far 从以前到现在打拼所有的东西啊，他还没有见到他有自己的房子，他小孩也没有自己的房子，所以他说我希望再打拼5年啊，完成我的梦想，我可以的，耶！你看他那个眼光是充满着希望的，对吧？那我后面话就不说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心中的 OS 是什么？你有没有5年？是不是？这很现实的问题啊！不是说你要拼5年就还有5年啊？你有没有5年？这就是众生的愚痴，是不是？他搞不清楚，他可不可以有机会搞清楚？他可以有机会，他愿不愿意？他不愿意，因为他觉得那个你其他那些东西。已经没有办法，今生没有办法接受了。但是这对于他原先的那套逻辑，他觉得我太需要了，因为这个让我觉得今生的这种目标我一定要完成，一定要完成。但是谁也不知道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你可以猎取到这个猎物，但是后面他让不让你猎取，那个是一个学问呢，是不是？敢不敢开？敢开啊！这就是世人了，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是，现在世人是还没有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可以怎么样发挥，爱讲什么就讲什么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觉得怎么样对就怎么对，找到他的时候，动不了的时候，那就来不及了。那后面是什么日子不知道？那为什么前面你有空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不接收呢？迷呀、啊，世间的假象迷住他灵敏的成长。今生没有圆满的这些愚痴，又产生他未来在舞台上的业，是不是？可不可惜？可惜呀、啊。但他要不要听？他说我不要听啊，我为什么要听？我今生要忙的事情我都还没忙完，我还哪有时间每个时间听你讲那些53呢、啊？对不对？这就是你们认清楚明路，那是每个人的福分，还不是人人可以认清楚。你在前面跟他讲说，人生很容易，就是步骤一二三。他说我听你在那边臭盖的，容易的话也不会搞到70、80岁还混成这样，对不对？一定很多人会这样说。如果他还没有很满意的时候，他就说你懂什么？我这辈子。什么场面没看过啊？还听你讲，是不是？很多人会这样想，所以很多事情呢，就擦肩而过，再回头百年生，百年生之后会不会还有这机缘？不见得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一再强调，很重要的观念你不能不提啊，因为你一直在提的，还有人还搞不清楚，那你不提的，那不是他更搞不清楚了吗？这些简单的观念就是今生一搏吧。你今生要什么？